这是前几天通过的立法院啊，大降税，日本的这个清酒还有一些农产品大降税哈，这个就是蔡政府要去拍日本的马屁哈。那因为这个税损的金额哈，因为它那个税率还有在调整，好，本来估的是2亿哈，那现在应该在国民党团的这个处理上应该在2亿以下了哈，那就是我们一年要损失2亿的这个关税哈。可是呢，在这件事情之前呢、啊，这是 G20，这是习近平，这个是安倍。好，这个习近平到大阪去开 G20，他们大陆跟日本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所以尤政我想说，我们这个2亿能够换到什么啊？他还邀请习近平明年到日本去访问，然后我们说，我们降税降2亿哈，为了可以加入 CPTPP，CPTPP 不是日本一个国家可以决定的，是，而且你看现在中日中的关系，然后你们就加入是，怎么可能啊？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新闻，这个是已经通过了。这是新任的大法官啊，刚刚佑正也提到，蔡总统提名的这些任命的这些这个大法官已经超过视线的门槛了。是啊，那你看这个谢大法官他的概念是什么？他的概念叫做台独啦，他反对一国两区啊，他不承认啊，他说我们国号可能会改啊，你国号可能会改，我尊重你，那你就不应该当大法官啊。是，雄青大法官几个月20倍呢？28万呢、啊？而且任期8年呢、啊，有司机有助理啊，很好啊。就这样、啊、那蔡总统不知道吗？一条刚刚嘛，你反对一国两区，你等于是反对中华民国宪法，是宪法就是一国两区啊！啊，你反对，你说我来释宪，我反对宪法，我来释宪，鬼都亏回去啊！所以刚刚这个张院长提到说，这个两个诉求，第一个让蔡总统下架，第二个让民党的这个立委不能过半哈。如果是两个月前你问我哈，我同意张院长讲的。现在国民党初选前夕。张院长讲这个，我觉得零练啊，比较难啊，很难哈，很难哈。为什么我解释给他？因为这个当佑政解释的一大都是民进党的政权保卫战，他们是第一次完全执政，他是盘点过的，有些法案在临时会通过的。他是干嘛？因为有陈水扁的经验嘛。那我现在是完全执政，我根本以前阿扁是朝小野大嘛，我可能不会连任。好，蔡总统他们也是吃了秤砣天，我可能那我想过的，反正我想提名的，我就统统撒出去了。我跟你比啊，因为。观众朋友，大家从蓝营的选民跟绿营的选民，我的观察哈，我认为有基本上的不同。就我认为蓝的选民比较拗，他会含泪不投票。你看2016国民党是怎么输的？他说我很拗，我就他虽然我是蓝的，我就不投，我宁愿看国民党输。但绿的选民是颠倒，他会含泪投票。哎呀，不都变变嘛，填哪变啊？啊，都做掉无用盖好，国民党都登不落嘞。啊，明天办的还是去投蔡英文，还是去投民进党？好，那我刚刚讲说，为什么张善政院长的两个愿望可能会落空呢？很简单嘛，民进党已经整队了嘛。你看看蔡总统好整以暇，他到高雄市议会讲什么？他第一站到这个高雄市议会去初选赢的嘛，到高雄市议会，他赞许高雄市议员的表现呐、啊。我请问我们观众朋友，高雄市议员民进党的高雄市议会党团最近的表现是什么？修理韩国瑜啊？是啊，蔡总统说，表现很好，赞许有加。已经做干了，一根木棍都没得给你醒啊！当民进党已经整队好，说国民党在干嘛？下个礼拜开始大概要互杀了，还在砍，到今天还在砍。所以张院长，我比较抱歉了。如果明年蔡总统连任，如果明年民进党立委还是过半，怎么办？我又认，也许我太悲观，但是我觉得下个礼拜的这个民调的结果会验证张院长讲的这两个希望会不会。那个，如果你初选出来的人错了，那可能张院长要失望了。这个，我首先我要对这个张善政院长啊，他非常有道德勇气啊。今天即便是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讲的那个关于地震区的那个200亿的啊，全台湾去检测的公文啊，张善政院长啊，非常有道德勇气的出来说，那是我签的名。民进党政府明显你在说谎。明显你在说谎，我请教你，你有这么多的法条去对付在野的异议人士，对于你自己说谎，你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再讲一个啊，比如说这个《自由时报》报说，他虽然是投书，他说可以在高雄人口密集区投放巴拉挂来抑制登革热，请问是不是假新闻？请问 NCC 你罚了没有？没有嘛，完全是两面手法。我再用一个我举发的《自由时报》，其实这也是网友举发，我转贴啊。他说啊，这个少年自行车队，送给蔡英文，国家因你而伟大布条。结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蔡英文去送给这个自行车队，《自由时报》把它倒过来
送的人变成被送的人，被送的人变成送的人，好像少年自行车队。你看哦，年轻人都多么赞同蔡英文的政绩啊！这个是还给他国家因你而伟大。美花自己的这个是你搞清楚还是？我不知道自由时报是没搞清楚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贴在脸书以后呢，自由时报马上就改了标题，就修正过来了。那我就要请教了，有网友已经把这件事情举报到 NCC 继续装死。那跟中天比如说那个农产品倒到水里面的事情，三十秒不到的时间就修正，自由时报这个起码超过三十秒，我们把它曝光以后，他才把网络上的新闻标题给修正。请问 NCC 你为什么不罚？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嘛，就是说所有他这些立法全部都是为了打击异己使用的。所以我觉得啊，今天高雄被当成次等公民对待没有什么好奇怪。我昨天讲过了啊，今天所有的老百姓在民进党眼里是什么？你以为他真的把你当人民吗？错了，你在他眼里只是一张一张的选票。今天你这个区域的票没有投给我民进党，让国民党当选的时候，对不起，那么你就是会像段宜康那个时候羞辱花莲人讲的，我真的没有办法不鄙视花莲人啊，因为没有选出我们民进党籍的这个民意代表，就是花莲人很多哎，对花莲种田没有办法不鄙视啊，你们都被鄙视了，你们都是被鄙视的对象了，所以民进党就是这样子啊，恶行昭彰。你看临时会都在搞这些政治性的修法。请问你有没有做一点半点正事？有没有？你用差别待遇去对待蓝绿的县市，你没有把蓝色执政的县市的老百姓当老百姓看吗？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到台中市、新北市、高雄市，反正今天只要不是你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他都给你穿小鞋啦，都给你难看就对了。谁叫你们没有选我？民进党真的是非常胆大妄为。而且最近呢，其实已经有人在讲了，为什么要罢免韩国瑜呢？很简单啊，搜集资料嘛。第一个，我要为蔡英文的大选，我知道高雄这边还是有多少死忠于我的人。第二个，有名嘴质疑啊，不是我啦，他说质疑搜集这些名单要干嘛？贿选买票用的吗？不是吗？知道还有多少人是站在我这边呢？为蔡英文的大选预做准备嘛？否则我请教你，明明罢免的时间根本就还没有到，照法律规定是当选一年以后你才能罢免，你现在急急忙忙的，要么我就是怀疑你这些支持罢免的高雄市议员、民进党籍，你们都在做演戏给你们的主子看嘛，对不对？跟主子表功，你看蔡英文总统，我有帮你哦，我现在用尽手段修理你的政敌哦。民进，我们昨天讲到那个可怜的为国殉职的警察，你知道今天徐国勇说啊，我们现在要增加这个，苏贞昌跟徐国勇分别说，我们现在要增加人力了，我们现在要这个帮配置这个电击棒哦，然后而且用第二预备金哦。那你平常的时候都在干嘛呢？没有发生政结事啊，就是平常预算没编，才用第二预备金。本来就是应该用年度预算编的，可是你们都在忙着干嘛呢？你们在忙着搞两兆离岸风电，你们在忙着把老百姓的钱丢到水里去，图利外国厂商，你们还在搞这些政治性修法，真的老百姓性命相关、死活相关的事情，你们根本就没有在想。我看旁边坐那个市监议员哦，听到就是哇。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应该想赶快来这个代表民进党说说话。佑正，眼睛大不一定亮啊，像我眼睛小小的，但是我炯炯有神哦啊，这个那我对张院长刚刚提出的一些评论哦，不，张院长就是说不能说是你不是你或不是你们党执政。那别人执政就是干坏事，对，我们这个院长是无党籍，哦，对对对，那不能说别人执政就是干坏事啊，你执政哦才是做对的事，不是这样的吼。那慧那个慧琳议员吼，我只能说吼，美丽的外表往往是骗人的，对不对？就是说，那这样子啊，就是说，比方说食品的安全卫生哦，比方说农产品交易啦、粮食啦、粮食法、灾害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这一些，这哪一样？哎，食品安全卫生、传染病的防治、灾害的救灾，哪一些跟民生不是息息相关？那就要吃巴拉棒呢？那
不是你不要这样骚扰嘛，真是那个这么漂亮骚扰你。对对对，我多少心境会受影响，波动。这个我意思就是说，那这哪一项嘛？不是嘛？你杀害房子哦，那个这一些跟民生不但息息相关，而这对这几项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假消息嘛。那当然要，如果是恶意刻意的传播假讯息，这当然要罚，这当然要罚哦。那至于说上纲到说这是对媒体，其实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嘛，民进党执政之下没有去关哪一家特定的媒体啊，因为在我们民进党从党外一路走来，我们坚持言论100%的自由，所以。我在我个人看法，我过去也曾经短暂经营过媒体，我认为啦，媒体就是要坚守第一点，报道要公正客观真实报道。那评论呢，媒体各自有媒体的立场嘛，就像国外也是这样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他们有特定他们支持的人嘛，对不对 ？NBC、ABC 他们等等等哦，福斯电视台是支持川普等等哦。你只要新闻报道是真实、是事实，那第二个，我们大家整个社会共同要关心的、要来惩治的是谁报道假新闻、制造假讯息，这当然要查。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民进党绝对捍卫这个标准，就是说政治力不要去介入媒体，那媒体必须靠两件事情，一个媒体自律，第二个社会压力，那超过这两者的政治力通通不要。所以现在民进党的执政有遵照这两点大原则，我们并没有针对哪一个特定媒体。那至于媒体你的立场，你是要绿色，你要红色，你要白色，那本来就是各自的立场，但是前提新闻报道一定要公正，一定要真实。那所有这一些的这几大法的修正只是针对这个假讯息的部分，那至于其他政治档案条例啦，国安法的修正，这本来就应当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多数是3年半前受多数民意之托，那要来执行我们社会最大的共识，我们就是认为转型正义应当要得到适度的伸张，这是本来的事情，这不使我们国家，你看欧洲国家很多过去转型正义他们做得更彻底，我们台湾我觉得都还认为脚步有点缓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我们都透过社会讨论，所以才有到立法院最后的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事情。我这边对于世坚刚刚所提的，我立刻做回应的。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韩国瑜为什么要提出说民进党目前来讲缺德比缺电还要严重，为什么会用缺德来指控？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目前邮政所列出来的啊，我们觉得制度单位很用心的把列出来的这一系列的法，它基本上来讲，因为都是恶法，由于恶法，所以才会缺德。那目前的情况是比专制还要专制，这个才是可怕的事。所以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你学者调不能去调查，因为你所引用的所有的资料，你不能够再引用新闻媒体所提供的资料，你不能够引用这个学术单位所提供的资料，你只能引用官方所认证的资料。是，世坚啊，你一生在坚持民主，你一生在坚持自由，你一生在坚持言论自由，你怎么可以容忍民进党修这些恶法，做这么缺德的事，而不让人民有知的权利？为什么民进党要蒙蔽整个台湾的人，不让他有知的权利？难道这不是缺德吗？那就是说你这个就是把所谓官方的认定传染病的例数，然后灾害的规模层级，你把官方的认定就认为官方就是不道德的，就是要作假，就是要掩饰。可是你忘了，我们官方里面有行政权，也有立法权，有国会的监督，任何国家都绝对不容许说在灾害、在有传染病的时候，有特定的去制造假讯息来扩大渲染，那反而对国家社会是危害。所以当然要经过一定程度的官方的认定，而这个官方是有
代表人民的国会在监督，官方也不会刻意的隐匿什么疫情，不可能的事情。要不如果隐匿的话，那我举例嘛，四年前、三年前，台南也好，高雄也好，也是民进党执政啊。那登革的案例有上万例，我们有隐匿吗？因为中央是国民党、啊，对啊，没有了，没有。好，这个世间议员的，其实那就国民党在跟民进党闹亏，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世间议员的出发点哈，我相信是对的。好，就是说你今天去希望假消息不要满天飞，而影响到人民对政府的信心，这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谁认证这个假消息，是你民进党政府说了算。而从过去的例子，不管我刚刚讲的香蕉多少钱，有多少凤梨被丢掉等等等，民间看到的惨况跟政府想告诉你的现象是完全两回事，因此才会被大家质疑说，如果都是你政府说了算，那真相能够被呈现吗？